找的那玩意儿啊，没有，拿这个擀嘴一样扎着。差不多吧，看看。这个东西差了都不行。嗯，行，这门没问题。这门也没问题，这门问题呢，把这给它拧上，看看刚才哪面的对哪面啊，这个东西哪面都无所谓啊。临拧之前呢，你看看吧，这地界是把燕子搁在这块，必须这踢个口，踢个口呢，要燕子下去，这口呢必须踢个印儿，因为燕子要比那木头高，有个印儿就行，看看。够时候的了，这就是那么一个印儿，这个印儿呢就是为了把那个木头垫的口下去，有点偏，还得上这来一点，没问题，问题呢，把这螺丝在上方，这个螺丝啊，上这个螺丝，这扎的这个螺丝必须得紧，你要是紧的螺丝啊，你比如说你能使唤20年，你要是松的螺丝啊，早早它就成松裤裆了，必须要扎进去，现在把这螺丝拧好，这扣啊，就要扎的有点不太好使唤了，但是这样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。这个东西啊，并不是说多么难做的东西。把这口啊弄出来，对，让它大一点。好一会儿，行，这个东西是个随便挑的东西，你要是大呢，你可以大它，你看看我的意思就是让你看看啊，这个你看看啊，能搓老大，刚做塞，能拆那么宽的口，如果你那么塞的呢，就是随便挑了，咱就挑个大概齐吧，大概齐就是为了一会儿好试试。没问题了，意思就是这意思。把这宝印子再搁上，咱先看看啊。搞哪差不多。这个宝印子是在挑的，你必须得挑准当了。凑口这块儿，这面有点高，这个印子要是高，你上那么一歪，它就行了。你拿铲子把这后边做一下。对，行，现在呢，我事先拉了块小木头，咱为了节省时间呢，咱配这个包芯，这个包芯呢，这个角度一定要配好，看看，完了之后呢，咱在这画上线，画上线，它这个角度就正好了，看看，这就是那个角度，
那角度这个个小啊，咱也别拿那个慢玩的，拿台钳子把它拉下来得了。你要是拿脚踩，这个是个偏的，这个弦。那现在开始，从这儿把它拉下来。过去在这个活儿，拿斧子一砍呢就行。现在你们这个呢，也不怎么用竹子了。这就没用了。把这个填在这里头，一会儿把这个地儿再修修啊。这就是个包厢，这个包厢是偏的，必须得抢啊，顶烂子把这边抢抢，因为它是个偏型，你拉出来是个直的。好像这个线拉的用铲呢、啊、一定要注意的方向，前头别有手，有手一下子就把手给盖起来就麻烦了。差不多吧，差不多离口还是有点高，把这离口再修修。因为它这线是个偏的，你要如果底口和上口正的，你拉出来就会正好的。行，这边加油一点儿，行，正好了。把这个线呢不能太长，把它拉下一块去，你那么长的线哪行去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这个芯高，高呢，这个外皮也没有别的东西，看了，拿刨子把这血皮串一下，好，再把这卸来，把脚掐了。这个必须得把这脚掐了，这个脚啊，你要不掐，它掐花。OK 了，行，这个刨子这样一会儿，基本就算完活了。把这两头拉了修就行，现在咱把两头拉了，这两头高了啊，实质也不难事儿，但是最好还是把它拉了，要不它还不好看，主要是为了。也就完活了，就是一个拆个刨子，这边呢轮用不上，把刨子给它倒倒轮，好，这边就完了，这边坚决不能倒，这边是钉子贴着口的，这就是一个刨子，一会儿哪块把它搓着，现在呢这个刨子呢
咱把它修修行。这个报纸它太顺了，多难看呐。其实呢，要是论实惠，它根本就跟实惠没有关系。但是为了让它好看点，还是把它再把它再挑回来，要不它夹不住啊。啊，这不就回来了吗？回来咱把它夹，夹呢，你修行这个行啊，过去啊，要是那个时候就拿的嘛就砍斧子就砍了，现在也很少动斧子，就拿铲踢踢，要那么个样子就行了。这个东西具体火多大，我看也没嘛讲究。也就是那么个意思。啊，这前头呢，咱也给他出个圆，或者是出个尖就行了，要不咱就出个尖，随便的东西。你看，这是画个中线，画中线呢，拿个方尺。你脑子带劲儿就行，看了吗？画一个头，给这边画个八字，给这边画个八字，有一趟八字就行。完了之后呢，啊，去拉一下，前不出三角的，啊，倒是不难看那东西。这是头一道三角，二道三角就根本就不用画线，离这个七八个米的，哎，这就差不多了，看吗？这边呢，再来一道。这个样子，这东西随便抱着，你就是红木的，也未必好使唤。这个东西，啊，这就是一个踢好弄好的。完了之后呢，你拿铲把它踢踢，拿锄一赶，这就完活啊。台钳子小啊，用不上大台钳子。这个东西从头到尾你让它整好了，现在呢拿着出错，咱把它错错学位多少一错错，这个摊呢给它留出来，别留太大，哎，无所谓，大了小了无所谓啊。现在啊就这种东西啊，这头一个角出来了，干点活坐着费劲啊，在这边把这个上沿的来踢踢，人家有个锯口了，我就好踢了，回来把这边搓搓，因为咱这个东西就是个样子，不在劲儿，好使唤跟劲儿没关系，不好使唤的。这个是个粗锉，一会儿呢拿来细锉。赶一遍，这后头呢，完了再搓圆乎点，实现呢，要是把它修好了也行。但是没嘛必要，这个东西你说什么呢？
自己耐嘛样的就可以夸成嘛样的，都在自己夸他。啊，意思呢你看了吗，这就有个像个豹子样了。其实说句良心话，用处不大，也得让它干净干净。这个呢是说说那个刮板，那这刮板呢啊，你都刮出花来，把它做一下好看点啊。那完了之后把这边上头错的，它总归不如刮的。刮的这东西啊，当沙子使唤就是。那那馅儿嘛的，不就都没了吗？这呢，让它干净干净。你做锅啊，那馅儿什么的，也差不多了。完了之后，把这条回来给它蹭蹭，对吧？这就差不多了，啊，完了之后咱再香上它。本来不能香，得把这口对出来。这口啊，才多大，对多大，就是一个前提。必须得一边宽了，你不一边宽了可不行，它有时候拆出来它反流。这就行了，这就是一个，一会儿找个傻子再摸擦摸擦，什么乐意自己玩儿的，打点蜡嘛的，也都无所谓啊，怎么都行的东西。我现在呢，这个豹子，我看看啊。因为我这个豹子琢磨着应该不会掐花，原因什么呢，你老做它就有感觉了，这个口是前吃的，这个叶子是倒着的，吃下来它转过来它走了，这种豹子出来花是一条的，不是那大卷花出来的，是一个小拧麻花出来了，咱拿块木子试试，不行了咱再修这个东西，拿个木头啊，咱试试，对吧？试试，看看这意思。
这个帽子应该出来是个转圈的花，因为你那辫子是偏的，是我直的，它是斗直花，这个辫子不直。原来这辫子啊，咱看看这帽子意思，看看啊，是个卷花，看看啊，你要是这是个顺枪茬，如果你倒过来是个顺的，应该是一个卷花，看看啊。这花就这样了，这个印子现在是嘛样印子太大，如果你干粗活行，干细活的你得把它上回退退，印子太大了呢，它出来的花它就不行。刚十棍的豹子做出来的它不好挑，你使用时候为嘛叫新锯旧豹子，老豹子使用时候行了。现在这豹子这口正好，看吧，这印儿就不行，这印儿是包心没扎紧，它有点打嘟噜，你这豹子还得得了。这豹子头呢在哪儿呢，猫在劲了，它中间是骨，你听着，它打嘟噜，它有点嘟噜，都在劲了。因为啊，这个豹子如果骂的话，你把这印子能给它扎弯了。打嘟噜的豹子是不好使唤的，因为这个豹子老子后边是铁，你怎么扎它也不会倒，嘛事儿也没有。这样应该就好多了。这样的豹子现在肯定是正好的，是吧？我一下没刮，肯定正好啊。这个木头不算直，还是有点小。这个鞭子它不直，这个鞭子是弯弯曲曲的，踩对了。这就是差不多了，这豹子出来的这样的花就对路了啊！啊！我是这个活，看看，要是断开，这花断了，看看，一抬屁股抬后头，看看，花就断了。啊！但是这个豹子是没问题了。这过去拆完那种口，拆完那种口呢是要拿这种单线，看到吗？这种豹子，这都是单线豹子，各式各样的，看这口吗？上这边偏的有，上那边偏有，这就是我左边的时候的，这是右手时候的豹子工具都得自己得了，看到吗？这是一个正口的，这个正口是嘛意思？你看这地方吗，单线就是轻这个的，这个使用单线我是右手没戏的，我必须得左手，看看，这是为了把口清出来。完了之后看到填了房了，看看出来这样了，就是为了把口啊得清利索了，给你看看，这就是单线。拆口单线呢，你有时候往往做这活的东西，你比如说你做一件东西就拆四个口，有时候呢你要是用修杆机还得堆倒还得骂，你就不如做一个这破拆口帽子，挺省事儿的，这不做出来轻咔嚓就拆出来，有堆倒的功夫应该就差不多。
我带给大家大伙看看这个原先，我原先那个老的那个草帽子，看了，就是老的那个草帽子，这跟着我多少年了，啊，就是能挑，长暖的，宽的紧的，我给大家试一下，看看这个东西，能不使唤？这帽子是我的，原来什么呢？它是个左手帽子。是吧？看看那个缝，想好时候了，必须也对着这个边儿，一个半，这么大点儿，必须得对着这个边儿，你这个边儿对不顺就不行啊。应该呢，左手的那种是从那边的。这是我的草帽子啊，其实呢，要是打个草看到挺容易的，你看，几下就打个草看，啊，结果就你说，这用多长时间打个草，对吧？结果现在你看啊，这就一个草出来了，对吧？打草拆口，再有呢，你看啊。这个木头不行了，乱七八糟，我再拿个木头。你看，还有的豹子多的是的，豹子的品种，我看看。你看这个豹子，大伙儿看看吧，这个豹子跟柴口豹子没区别，这也跟着我多少年了，没有区别。看见豹子吗？拆出来是不一样的，这是一个穿戴用的豹子。你比如说的话啊，你看这是一块木头，这是一颗带把它穿进去。它后面是燕尾，这个东西做出来是个燕尾的。你看，我给大伙试试一下，看吧，看吧，看吧，想多宽多宽，那么完了之后反过来再来一下，啊，几下的事儿啊，看看那个口吧，放大点看看这口，这口是个燕尾的。是个斜的，你看，这不是直的，这是个坡。你如果上里穿，上里穿的时候进不去，进不去呢，这个帽子特点就是进不去，再拆一下，看吧。你知道正好穿进去正好位置，这也挺麻烦的。你想拆什么啊，就拆什么。这不就是，你自己看看里头，这就是一个燕尾。过去呢，这个木头呢，你看啊，那道具呢，手工做的东西哈，就是这样的玩儿，拿道具拉个槽，完了之后拿杆线抢起来，这一推，这就得活了，就这东西。如果是你比如说那次还有什么，那定型的豹子，这是滑边嘛的，看到吗？这就叫定型的豹子，原先使用的。这个定型的帽子干嘛呢？你看啊，这个东西啊，我给介绍一下，这有个轮，这是个印子，这个轮拆到这块，这木头就下不去了。这就是一种过去做的预言啊，啊，这个东西不能拆大条，这就是正式的一个预言帽。大伙儿看看，看啊，这是个圆的，跟个小预言一样。我们过去有那么一块印儿做的一个豹子，十来分钟的事儿，扣着一个就能做的豹子。你看，这是个圆的，这边上个摊儿。豹子这个东西哈，主要是在于好使。你看这个豹子，你又什么找还得找什么那个刀，燕尾刀，你都不用那了，几下这不就拆一个？你要比如说这么来试，还一样拆，到哪儿也是一样的东西呢。拆多少都是正常的。现在我把这个拆口做完了，一会儿呢，咱得做一下的胆线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把胆线做完了呢，我就还有料，再做个豹子，也是很慢的事儿，看了，这都东西手工的，这种工具，木工这种工具，好像说实际上说把工具给制全了，好像没有。木工讲的什么呢？有句话估计说什么要饭的妖精，什么搬家的木工，
不是说这个妖精是要饭的，人家妖精比这个木工挣钱多，那阵儿人家就那么一个坨几把刷子，人家就能解决了。木工干活不行，木工干活你少一点工具你都做不了，所以说木工工具缺不了。为嘛叫搬家的木匠？做不了小活，那工具孩子去了。我指的是手工啊，机器我不敢说。这个东西就行，咱呢现在把这个做完了。这个东西实际上要打点蜡，要打不出来，细心打不出来，绝对不是个难看帽子。这种帽子，这个地上塞的那么严，知道吗？这个螺丝没个依靠，我估计这个帽子30年它也不会坏。对吧？你有嘛呢？你如果把这个槽磨深了，把这卸下来，拿沙子在底下，拿帽子给它平一下，又使用多少年？这个东西用量不大，你想弄大的，把它搓大了；弄小的，搓小的。咱这个就这样，下一个呢，咱歇会儿做胆线。也好弄，好不好？咱再做个胆线试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也都不打磨了，不上蜡了。其实呢，这个东西要是上点蜡，这个帽子打磨出来也是相当好看了。啥不上了，没有用。帽子主要是玩的好使唤就行了。现在呢，我估计我录这段没有剪接的地方，嘛样就是嘛样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咱一会儿再做那个。